喂，哟，你还好吧？喂，是你吗？厅长，你得赶快逃！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时间解释了，你得离开那里，马上逃！好吧，我拿下我的。 追上镇上仅存的两名 Stars 队，你，我可不打算留在这里。看看你周围，我们等越久，状况就越糟。为什么一切发生的这么快？不知道，但倒霉的事怎么是接二连三？就像是阿克里再攒上10倍。 快走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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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。我是丹瑞尔·罗斯。哼，你说谎，你只是想抢走我的藏身之处，自己找一个去臭丫头。臭丫头，请你冷静一点好吗？我是一名警察，我来这里支援的。哦，对呀，你做的真不错。你是来支援的，那就把自己跟那群怪物铐在一起。先生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不会再有其他人来救你了。我什么地方都不去，宁愿我自己饿死在这里，也不要被那些活死人怪物吃掉。都给我走开！来救你的，来吧，送你去安全的地方。我想我们安全了。希望如此。幸存者都被带到这儿来。这儿又是哪里？我的队友把几个地铁车厢改成避难所了，安全了。我没事。可
个人空间。好的，我走。走吧。搞什么鬼？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关的？抱歉，我们得绕路了。嘿，你对那个怪物了解多少？不了解，我从没见过那东西。但他不是丧尸，他知道目标是谁，而且我们绝不罢休。我喜欢这样的男人吗？多谢关心，你自己留着。哼，嘿，我保证我们都是好人。我一手保护咱公司生化对策部队，简称 UBCS。在跟我开玩笑？你他妈的在跟我开玩笑？你们就是造成这场灾难的人。喂喂喂喂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们是来帮助世人的，保护咱公司怎么了？保护咱公司有什么问题？我的天，你公司可是害了所有被感染的人呢。嗯，我对这件事毫不知情。你不用相信我，那我要去避难所了，你一起来吗？来吧，从这边。哎，队长，这位美女需要我们帮助。卡洛斯，你竟然没有想过要问这位美女叫什么名字？她可是浣熊市警察局特别战术与搜救小队的一名精英队员，她的名字是什么 ？Valentine。我叫 Jean。很高兴认识你。CS 的排长 Mikhail Victor， 我们是被派来这里搜救市民的。那现在情况如何？这座城市跟外界完全失联，被隔离了。这里的十数万的市民都会变成尸体了。啊，不对，说变成丧尸吧。我的牌已经受太大的打击了。活下来就让我伤透脑筋。为此，你可以感谢贵公司的高层。这个，我们已经在尽全力了。如果我能够让这辆列车开始运作，就能救走一些幸存者。但我们需要帮忙，是靠我的队员完成不了。加入，但我是在帮他们，不是你。哦嘿，没问题，目的是这样。谢谢你，亲。好了，超级警察，别担心，我们可以用这个保持联系。我知道怎么用对讲机。好吧，重要的是先做，你得好好装备自己。到街道那一层，立刻带把补给品。在路上了，你的计划是什么？老家伙叫我来这里清理轨道，你不介意帮忙让地铁恢复运作吧？我又该怎么做呢？首先要恢复供电。你到主要道路后，我会引导你的变电所。收到，我们速战速决吧。
止，我们得赶快启动列车。这里肯定就是地铁公司的办公室。